大家好，我是张叔，今天我兄弟俩要上成都了，今天晚上呢又来成都的饭吃，下去走路。你给我们也打个招呼噻。哎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害羞。这就是我们那边的火爆肥肠，卖了很久。肥肉生的，搞不要说。包的都。这里腰花，这边这里腰花的肥肠，还有那个鱼肉烧的排骨。这位兄弟不喝酒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喝酒，一茶排酒，跟大家好。这是凉拌猪蹄子，一般好多人他喜欢拿来炖汤，我们这边呢喜欢拿来煮凉拌着吃。吃饱喝足了。
兄弟，感谢今天神奇团队啊！我吃好了嘛？吃好了的，反正常联系嘛，人家上车过来，让他们耍嘛。好的好的，随时都可以哈。啊，随时都注意安全就行。常联系啊，我们拜拜喽，拜拜。